卖车卖到 KL 来是有好处的，因为当我来到 KL 没有事情做，然后不知道去哪里吃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打给顾客叫他带我吃，重点是他还请我吃，真是太好了。哦，我现在在这辆 MyV 是我一个住 KL 的顾客，他叫阿妹。如果你有看我的 Facebook page 的话，你应该有看过我，我有讲过阿妹的故事，然后他就是阿妹，他嗨，很开心嘞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对，今年过年的时候拿车，到现在其实我们没有见过面，因为我们是安排他在他家附近的 Prado 分销商拿车的。访问一下阿妹，我的顾客。嗯，啊，来，对，我人在 JB， 你在 KL。你怎样找到我的？我那天晚上我就在 Facebook page 的时候在找咯，找着，因为我在附近的人，我有问他们，他们讲我的资料就算连 SE 阿夏都出不到。我讲 try 一下，因为我看到你的 page 很多的 comment 都讲你的服务，然后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给我们 try， 我讲不如就 try 一下问看你咯。因为我们公司是可以向 A 用 credit 能去借那个汽车贷款的，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利息这么高哪里划算哦之类的，所以我没有想问你，因为 A 用 credit 的确是比银行的利息高嘛，可是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呢，高，对，还高一点点，可是能以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出得到，我们每个月多一个百多块，可是能出到自己想要的车，多一个百多块拿到自己想要的，其实没有什么觉得贵不贵啦。好过你那些是完全没有跟你尝试去问啊什么啊，这你这样你讲你做不到哇，你的资料不能直接自打了，我们这种要出车直接判死刑，事也没有事就判死刑，那种感受是很真的是很失望，很失望了，真的真的。而且不用担保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完全不需要担保人。嗯，因为他的投期是以我们的能力范围，我们又出得到。嗯，对啦，这只是他利息会比较高一点点啦，其实也高不多啦，可以负担就可以啊，至少可以拿到车吗？我给你利息1-2%，可是我拿不到车，我拿不到车也是没有用。对对对对，我今天会在 KL 也是阿妹的帮忙，因为我昨天出的那辆杯架就是阿妹介绍的，她的朋友。其实这也不是第一个啦 ，KL 的话应该是第四个还是第五个，都是 A 用 credit 可以让他们美梦成真的。妹，这样现在你驾着这辆 MyV 1.3S 哦，你觉得这辆车如何？靠自己能出到自己的想要的车，又不需要去看人家脸色，其实是蛮满足了啦。一步就可以遇到刚好我生日那天，你跟我，我可以拿到我想要的车。他的生日礼物嘞，啊，而且他开车回甘榜，他妈妈不知道他买车，他妈妈不相信他可以拿到车。对呀，啊，真的是很多人就讲哈，我知道做不到，不能。这世界上是没有做不到啊，只有要不要。其实尝试，当然我也不是说 A 用 credit 一定是万能，它也是有没有批准的时候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尝试，没有尝试就不知道啊。像阿妹的情况，银行的话会需要担保人啊，可是如果有多一个选择，为什么不要尝试呢？那没有问你一个，你要老一个问题，你要老实跟我讲啊。好，你觉得我的服务如何？有没有什么还可以再更进步的？你可以讲，有觉得可能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的。其实你的服务真的是很不错的。我们这种你没有，你不会讲直接讲哦做不到，你可以快给我们拿资料尝试。人家说你的服务这样好，会帮到我们，所以我还会介绍我身边的朋友给你。老实讲啦，我跟我朋友两个都觉得你的服务真的是很好，就希望你可以再继续这样帮下去，就像我们这种需要的人。And then 我是有跟他跟我朋友讲过，我要出第二辆的车的话，我也是会找回你，这是真的。谢谢。想要买车的人找卖车妹就对了，他服务成绩真的很好。买车首选，卖车妹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